我们长江鲟在长江里面已经多年没有发现过自然繁殖了，很多年了。我们常年十年禁渔，禁了一年，效果已经非常明显。我们现在江里面经常能够发现长江鲟，我们正在做相关的演讲，我们就在长江上游四川重庆段就做了一年多的调查，就是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能够满足它产卵的场地。我叫严忠，我从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驯养及人工繁育工作已经30多年，从1995年开始驯养长江鲟，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储备长江鲟亲本100多条。我们现在正在对长江鲟人工繁殖技术进行攻关，技术突破以后，我们通过增殖放流将繁育的长江鲟投放到天然水域，这样就有望恢复它的种群数量。因为长江鲟生活在长江里面，那么渔民的过度的捕捞对它是一种很大的干扰，所以这个长江进步以后，捕捞活动对长江鲟的干扰就得到了消除，所以对长江鲟也是有利的。我是从2000年开始在长江里面打鱼，11月份我都进入那个富裕段。自从那个长江保护法颁布以来，相比原来我们的工作更好开展，因为我们在初期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法可依，而且我们拿得出来正规的法律法规的文件。辛肯定辛苦，但是也是我们的本职，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环境生态各方面都是相当好的一个长江边上，我也要把那份工作尽职尽责地做下去。